他骗我说他妈妈生病了，完了他回家去相亲。我真的是回家看我妈的。那相亲又是哪处呢？我妈安排的相亲，不是我要去相亲的。你妈安排的相亲你不去了吗？对，我是去了，但是我出于孝顺，我得听我妈的话。你出于孝顺？那你相亲了，你俩是不是现在还联系呢？是不是联系呢？是。你可以说我是脚踏两只船，但是我是你就是脚踏两只船。什么可以说是脚踏两只船？我妈非得让我跟她联系。别在这装可怜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没有办法？我跟你俩聊挺嗨呀、啊，他还送你东西、啊。我跟他聊的一点都不嗨，他跟我说话我就不搭理他。你还菜呢？你还用的挺开心是不是？那个是他强制性邮给我的。强制性邮给你？想要？别人送东西还能强制性邮给你？你不告诉他地址，他能邮给你？他套我话，把我地址套过去了。我跟你指示过很多次，我问他地址是什么，我说我给你邮回去，他就不告诉我地址，他说你就当是朋友送给你的吧。那你用没用？我可以用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用？你可以放在不用啊，等他见面时候会还给他呀。回家我那次你跟我闹分手都闹成那样了，我就生气，我就用了。我为什么跟你闹分手啊？回家相亲去，我还不跟你分手。他跟他说他没有男朋友。我都不怎么的跟他说话。我是不是备胎呀？你不是备胎，每次我微信里跟别人聊天什么的，我都说我有男朋友了。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？我没跟他说我有男朋友。他都看见我腾讯微博你有你的照片了，然后他就问我那照片是谁。那你当时都该解释清楚啊，他怎么还说没有呢？话赶话的，我妈让我跟他联系，我就得说我现在是单身，不然我家人颜面往哪放，我家的声誉怎么办？你妈妈知不知道你跟小张在恋爱来着？知道。知道还给你相亲？我妈不喜欢他，觉得经济条件什么的都不好，回去完了他给我安排相亲，我没办法。他什么没有办法？他就是拿我当备胎，他不能勾搭他一个男人。你的话就稍微说重了一点。我勾搭谁了？你说我勾搭谁了？前男友。前男友你是不是还没断联系呢？那我跟他是朋友关系。我都没有遇上朋友，分手还能当朋友？分手就是你男朋友啊。他聊得这么 happy 啊？晚上12点了，你给他打电话。我没给他打，那是他给我打。他骚扰我。他给你打的，你当我面接呀？你当我面，你为啥骗我呀？说我闺蜜啊，说我闺蜜喝多了。我骗你那是一开始，那都多久的事了？那多久的事？你从开始就在骗我。都是他骚扰我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是他骚扰你吗？对呀、啊。他给我发的聊天截图，全是你给他发的消息。我发什么了？他发什么？你爱他呀？你晚上想他想的睡不着觉。不可能。我删的都是你的陌陌，还有你陌陌密码，还有你陌陌给我发的。他老说他想我，他爱我，他舍不得我，不想跟我分开。你怎么在这儿这么狡辩呢？你没看到那个截图吗？有图有真相啊。是。我说我爱他，我想他，我是鼓励他，给他一个安慰。你鼓励他，给一个安慰。我想让他跟我分手了以后，就整个世界都坍塌了。你怎么没给我安慰呀、啊？他比你小3岁，而且他是那种特别极端的人，他就说什么我要去跳楼。哎呦，他成天说我俩一闹掰了，他成天说要跳楼。啊，他成天说我要自杀，我站得好高，我要站河边。那是真实的心情。他根本就不敢。你再气我，我真的有可能跳下去。也真别做这样的傻事，不管是气话。他也是那种人，他就是特别冲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打过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吵架，我买了好多东西看他。他不但不领情，拿东西摔我。我就不能有点小脾气吗？但是大街上，咱闹脾气回家闹。我没戴眼镜，我没看清。你没戴眼镜？你这是脑袋哦。这要是铁呢？这要刀子你飞过来怎么办？你说的太严重了。我不是说的太严重了，那这还一个大包。我对你已经很好了，我打过前男友了还。我打前男，你这打人打习惯了。这句话里头有个问题，我都打过前男友了，打你怎么了？意思是在他心里前男友的地位高于现男友了。分手了还是有感情的吗？什么？你也不想让我做一个很无情的人吧？哎呦我他妈，哎呦我的天哪。你在跟我扯犊子啊？有感情？你为什么老那么在乎他的什么所谓世界要坍塌了呀，人没法活了，那么在他干嘛呢？姑娘，我不想那么无情 啊。你把我放在哪儿啊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你对我无情就行，你得对他有情。我没对你无情，你对他有情。对他有情，你把他照片放朋友圈上了，我都没看着。你把我照片，我也放你的，我隔三差五就放你的。我没看着，从来都不放我的。你放我了为什么删掉啊？你是不是跟那个相亲对象聊天时候删了呀？咱啊没有情人节前后我就看你放他的照片了。我后来删了呀。你我照片你都可以随便删，你那能证明什么呀？只能证明。